嗨，各位名人频道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郭文文。我是歌手厉慧君。我是 ASTRO 经典名曲2018的冠军林永发。我是林碧珍。我是董德豪。我这边的巧玲，现在在大门 Music Box 这里出席一场由 Metro Music 举办的一个专辑记者发布会。这次呢 ，Metro Music 呢号召了香港还有马来西亚的优质歌手联手打造了这一张越唱越精彩的广东合集。合集呢，大马帮呢就有郭文文、厉慧君、林碧珍、林永发、董德豪。香港的侧派出有李健达、郑敬基、可兰以及 Coco 联手打造了这一张新意十足的广东合集。那这一次呢，很开心能够跟 Metro Music 一起合作呢，灌录了这一张越唱越精彩。那我在专辑里头呢，收录了四首歌曲，分别是《爱是永恒》、《爱歌》、《Freedom》，还有一首呢，就是《雪山走山》。那这一张专辑基本上呢，我觉得呢，真的是汇集了马来西亚很多很优秀的歌手，一起来灌录这个里头的广东歌曲。那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呢，我总共唱了两首歌，一首就是《等你回来》，还有一首就是《劲舞 Dancing Queen》加《敢爱敢做》。我选唱的这首歌叫《这一个夜》，是一首蓝调的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曲风，而且还可以跟香港的几位资深歌手啊一起在这个专辑里面发表我们的作品，真的是非常的难得了。这张专辑呢是广东歌，也是我最不在行的唱这个广东歌曲的。那么在里头呢，我选唱了这首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其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广东人。不过呢，我已经尽力在唱了，至少也过了我们制作人的那一关。我非常的幸运，这次有机会参与这个越唱越精彩的合集。那么我在里头呢有发表了一首歌是《晚秋》，原唱者是黄凯芹。希望我哋嘅歌迷可以多多咁样支持我哋，难得马来西亚歌手可以同香港嘅朋友一齐联合出咗一种咁嘅广东专辑。我希望这张专辑呢，可以卖得很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喜欢广东歌的朋友，还有喜欢我的朋友，记得支持这张专辑哦。也希望呢，在这里呢，获得全马或者是甚至海外的歌迷朋友呢，大大的支持我们这张合集。如果有很好的反应呢，希望呢可以再有第二、第三张的推出市场，让更多喜欢听和唱广东歌曲的朋友呢可以去拥有它。